即係佢都有留意我，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其實應該係互相支持先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氣氛。其實咧，我知道係一個商場嘅中庭活動，但我冇諗過咁多人嘅，係啦。咁跟住之後，我覺得最深印象應該係搶卡嗰個環節，就真係有啲恐怖嘅，自己覺得，因為始終自己覺得，其實派自己張相出呢個行動已經係十分之自戀噶。咁但係好開心佢哋咁開心咯。咁但係係咁派嗰陣時都想，快啲可唔可以隻手印多啲卡出嚟派俾佢哋咁樣咯？因為其實而家我臨 ready 個比賽嘅時候，我自己已經係覺得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平常心就 OK 啦。即係最尾我想做個自己 enjoy 嘅舞台就 OK， 自己 enjoy 同埋觀眾 enjoy 嘅舞台。咁跟住今日其實聽到咁多參賽者啊咁樣都揀我，我會覺得好開心咯。即係因為都再次認證咗大家認為嘅好多是非啊，或者係好亂啊嘅女團女選秀節目是不存在的，在我們這裡，因為大家其實都是互相支持的，沒什麼特別起伏，真的沒什麼，因為我這陣子其實可能太多東西在撈著，所以我的情感的系統都有點 失衡，即純粹是很多東西都會這樣看了先，因為我都免得影響自己太大的情緒，那我想 focus 在比賽上先。都有一半噶啦，起碼係啊，咁一定要有噶啦，因為大家都好緊張。咁但係係咯，希望到時可以俾多一個最完整、最 enjoyment 最高嘅表演大家。其實我覺得冇比較嘅，因為純粹我哋做緊嘅嘢都唔一樣，同埋身處嘅崗位都唔一樣啦。咁所以即係人哋佢因為佢已經出咗道啦嘛。咁但係都係嗰句。她是一個靚女嚟嘅，所以我當初都好開心。同埋我見到她報道上面有講翻，即係佢都有留意我，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我覺得其實娛樂圈呢啲咁樣嘅地方係最好就唔好有分任何嘅領域或者點樣咯，因為大家都係表演者，大家都係 artist。咁其實應該係互相支持先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氣氛，或者是一個更加好的表演給不同國家，甚至是就這樣香港人這樣的，是的。因為我們做表演者，我們就是想即是娛樂和影響不同種類的人嘛，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比較咯。但是你說我有什麼進步，其實我對自己這件事有點遲疑的，因為始終大家應該都看到，其實我這麼多 round 都是唱歌跳舞，都是那些風格而已，咁無可奈何，因為我哋早來，我哋要就翻其他成員嘅大家想要嘅嘢啊，咁所以可能局限咗少少嘅發揮空間咯。咁我都希望之後可以俾得更加多自己唔同嘅面向大家睇。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